晚上好 我怎么感觉我今天，他这个瘦脸功能竟然还……谢谢飞狗的仙女飘带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好奇怪呀，这个特效，你确定正常吗？我感觉这个，遮脸毛弄进来，谢谢。哎，谢谢飞狗的兔兔，比别人好多了，有吗？可能是因为就是别人是化着妆嘛，化着妆就有点奇怪。但是如果没有化妆的话，然后开一开特效的话，其实也还好。晚上好，谢谢灰恩的仙女飘带。什么？水滴是什么意思？对，既然答应了你们，我觉得我还是得播。虽然我今天真的是蓬头垢面，真的简直不要太丑。谢谢蛋饺饭的仙女飘带，这个滤镜怪怪的，因为我戴着眼镜，我是近视眼嘛，我戴眼镜之后眼睛会变小，所以我用大眼功能拉大，然后这样一下子就变正常了。西梅还没吃，在冰箱里冻着呢。因为我现在不是很想吃，我准备直播完了再吃。谢谢蓝色双鱼的兔兔，今天很好看吗？我是反复检查了，觉得可以播，然后才开的直播。不然我今天就开电台了，要不然你们就得等我化个妆。晚上好，但我没有假刘海儿，所以我现在刘海儿就是直的，它就有点戳眼睛。又开了磨皮，可能会好一点。《哈利波特》看的咋样？昨天把那个《火焰杯》看完了，还挺好看的，《火焰杯》好看。昨天把《火焰杯》看完，然后但是我们看完的时候都已经3点过了，然后就躺下睡觉了，然后打了几局《哈利波特》的手游。对，我买了西梅，我本来是打算买6个的，然后我三个，孙雨山3个。然后后来干脆全给买了算了。那个鞋就一直给我装，一直给我装。谢谢优越二，谢谢优越20的全面复出版送的花前月下。这个花前月下怎么是个扇子呀？我以为会有月亮啊、花朵什么什么的。是老爷爷，是一个老爷爷。然后我就觉得他很可怜嘛，因为我当时正在打车，我本来是不想买西梅，因为我对水果是真的无感，我几乎不买水果吃的。我应该快跑，因为我想着也不贵，我本来就想说，他说8块钱1斤嘛，我就说我那我买个8块钱的，结果最后就剩了12个吧，大概。他就一直给我塞，你全买了，你全买了，我15块钱全卖给你，什么什么什么的，真无语。然后说好吧，好吧，15块钱就15块吧。诶，这个好看，谢谢摸鱼的小姐姐送的灯雨蝶，这个好看，这个好看，这个特效好美啊！对，有新礼物了，要中秋节了，家人们，家人们马上中秋节了，所以有新礼物。挡脸不挡弹幕，也还好吧。你看吧，这花前月下竟然是扇子，这个更像是那个，更像是新春的礼物。谢谢摸鱼小姐姐的花前月下啊！什么是树？是个扇子呀，是扇子呀？难道不是一把折扇吗？什么？看群去了，没看到特效。那这样吧，你给我送一个好不好？你给我送一个，然后就有特效了。你给我送一个，我们大家都一起看看，好吗？谢谢，给我一条口香糖。邓宇的哎。为什么改叫口香糖了？谢谢你的邓雨滴，哎，这个好看，这个真的挺好看的，这个还可以当头饰用，当头饰用就是另一个那个效果，好看好看，不是一个时间长度，是吗？我没有仔细数，哎，你再给我送一个呢，让我来数一数到底是多少秒啊？我计时，谢谢 sing color color 的兔兔，干嘛打问号？因为你们，你说秒数不对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奇怪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
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，差不多十五秒。谢谢奇怪小兔子人的花前月下。哎，那个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哎，真的不一样，哎，真的不一样，真的。灯与蝶长很多，哎，长三倍。谢谢奇怪小兔子人灯与蝶，谢谢露西亚的花前月下，真的短，真的短。真的短，有动态的只有这两个礼物吗？没有别的礼物吗？就是有特效的，不会吧，不会吧？十二秒，总之就是三倍的样子，大概比夜蝶便宜啊！哇，谢谢，天哪，我这是有求必应屋吗？谢谢飞狗栗子蛋糕版的夜蝶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。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，这个我知道，我数的秒数可能不太对，这个大概是十五秒的样子。然后那个灯与蝶可能有十秒，然后花前月下最多也就五秒钟。夜蝶真的很长，夜蝶真的很长，跟发电差不多了吗？啊，可是我也没有数过发电有多长，哎，有没有人送我一个发电让我来数一数啊？什么？我知道数快了呀，但我数的是大概，就我用我的速度来数，我就看你们，也不说多少秒，就看多少，多少多少倍吧。就比如说，我就看出来那个灯与蝶是花前月下的三倍。我自己发一个，我自己怎么发啊？我这没有功能啊。真无语，你们都用打字的，你们都舍不得多打一个，多打一个零。送了无数个，送了发电没特效，我这边怎么没有发电的那个？我这边鸡腿没有变啊。对 ，NONO 他确实他在我旁边 ，NONO 最近真的不乖，他在我厕所里边拉粑粑，他又拉粑粑，气死了，气死我啦！肯定是因为我这两天没在房间里，然后他生气了，他就在我厕所里边拉粑粑。我手机没有卡啊，我这边好的很啊，没有丢包啊。月饼那个活动什么什么月饼的活动，因为我昨天和前天我在孙雨山房间，没有，我们去那个去给他打卡，就是他那个生日大屏，对 top 级别的生日大屏，那天我们在说，然后孙雨山说他要去给大屏打卡，然后高旭就说天哪，你是 top 吧， top 才有大屏，然后就表发出了羡慕的声音，把所有特效都关一下。那我没有关，我没有开特效啊，开特效是这种叫开特效。然后我们吃的是牛牛，因为真的很想吃寿喜烧，我从昨天晚上，因为我们昨天睡觉前我们就商量，如果说今天醒了去吃寿喜烧，然后我昨天睡觉前我其实特别特别特别的饿，我想说我要不要起来泡个泡面嘛，因为我真的是特别饿，六点过的时候吃了晚饭，然后到三点了我就啥也没吃，真的特别特别特别饿，然后但是我想着今天的寿喜烧我还是忍住了，我就去睡觉了，结果到差不多九点过我们才吃上。对，牛牛牛 NEW 的牛牛牛，哎，谢谢荣波的灯与蝶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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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这灯与蝶特效是真的长，我把这个关掉。这个有这个好，好，好，好奇怪啊！哎，谢谢 Revo 的夜蝶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今天什么日子？怎么大家都在送我礼物？受宠若惊。但是我们今天去的时候没有排队，就直接进去，可能是因为他们快要打烊了吧。然后，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哎，我想说，我刚刚说什么来着？我给忘了。对，我们本来说要去吃一旭的，结果我今天看到一个视频，就是一旭他那个用僵尸肉，反正就是用那种特别不新鲜的肉，然后卫生也不达标，我看到我恶心的想吐。然后我们就去吃了牛牛。中秋再开一天直播啊？你不知道中秋是什么日子吗？中秋是我农历生日。真的，你们别说，我虽然天天骗你们说过生日，但我真的是马上要过生日了。
打问号干嘛？我真的，我农历八月十五出生的，我一般都是过农历，是进了团之后才过阳历的。对啊，我是中秋节啊，我中秋节生日的，我天秤座，对啊，9月27，当然得开，这在这边还是过阳历比较好。我之前不是说嘛，我说我出生的时候差点叫刘中秋，但是因为跟我爸名字太像了，就改了，就不叫刘中秋了，差一点。9月26号就退坑，然后9月28号再回来，真无语。什么独坐天秤座，写作天蝎座，确实确实，我是属蛇的天蝎座，蛇蝎美女简称。你是端午的，9月25退坑，今天多少号啊？今天十几号啊？今天14号。No no 跟我的发色好大啊 ！No 你跟我的头发颜色一模一样 ！No 真无语。对，真的是跟我好搭、啊。哎，没抓住，跑了。9月25号，对哦，9月25号大哥的，就是毕业公演。然后我们那天还在想嘛，我说大哥毕业公演，我要是只让16个人上，那怎么办啊？那我上不了。然后我想，然后我因为最开始大哥不是说，他说9月27号的生日公演嘛，不是26就是27。然后我当时心里咯噔了一下，如果是我生日当天，然后大哥在办那个毕业公演，结果我一个人在房间里面过生日，那我觉得太难过了。真的，我觉得我会开直播狂哭。真的，然后但现在也不知道我能不能上大哥的生日公演吧，但我相信应该是能上的，毕竟就是大哥毕业嘛，然后就是毕竟就是大哥毕业，但如果不能去的话那太难过了。9月27，所以就改了呀，当时最开始大哥在房间里面说的嘛。对啊，倒也不是说非得要让大哥给我过吧，就是想着同样的日子，我生日当天明明可以跟大哥就是去参加他的毕业公演，结果我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开直播，我觉得很难过。你们不觉得很难过吗？有没有同感的？没有就算了，你们这些人没有同理心，没有同理心，真无语。没有算了，反正就算我没有去，我也不会开直播哭的。什么付费直播吗？过生日不用工作多开心，那不一样。因为你想想，一般生日的时候不都是有很多队友来给你庆祝生日嘛，但是如果我生日那天发现没有人给我庆祝生日，然后全都去参加公演了，就我一个人在房间，就跟去年一样。我去年就是我生日的时候所有人都出去出外务了，而且去的外地，只有孙雨珊给我过生日。我去年就是这样子的，然后我蛋糕都没有，就一个香薰蜡烛。我跟孙雨珊，我们两个人都是这样，好可怜。然后孙雨珊也是去年也就只有一个香薰蜡烛，生日蛋糕都没有，我们两个太惨，因为我们俩生日挨得很近。听起来很凄凉，其实还好。什么还好？我只是表现得我还好样子，但其实我很难过，我非常非常难过。你们普通人自己过生日，那我是普通人吗？你们会看普通人直播吗？啊，我不是小偶像吗？我不知道说什么。谢谢，西诺，9000的花前月下，谢谢。真无语，两年没过过生日了。这样啊，我给你安排一个，就是你去官网上点生柱啊，点我的生柱，我给你一个非常完美的生日。就这么简单，真的，动动手指啊朋友，想过生日很简单， so easy。 什么？我生柱不甜，有口播，但是口播不甜，贺卡只能说我尽量给写多写一点。剧场丢贺卡，剧场倒也没有丢贺卡吧。我生柱没有很甜，哪有很甜？
最近丢了一堆贺卡，不会吧？但我很想知道，就是剧场的贺卡能那个寄岳阳快递吗？我不知道能不能寄岳阳快递。点了个深注，拿了4次贺卡才拿到啊！怎么会这样？那个叫什么来着？之前在北京的时候是，就是如果是自提的话，是会我们写好之后，然后机长的时候给，然后嘉兴路这边还是统一放前台交，好吧？确实，岳阳快递确实有点困难。我这头发戳眼睛，好难受啊！挡住了我的视线。上海，对，上海不是直接给，不能直接给。对，就是去前台，没有，我的夹板坏掉了。我现在房间里就只有一个电发根的玉米烫，然后一个卷发棒，没有直板夹。嘉兴路跟分团比体验，其实也还好吧，但是我也不能说什么，因为这个体验是你们体验，我也没有办法帮你们体验。确实放前台，确实，但一般都是阿姨统一交出去。S 对贺卡都是4个字啊，因为这个嘉兴路这边是有管控嘛，因为你们都知道叶总他是反内卷第一人，他是不允许我们自己带动内卷的。就比如说深注卡会写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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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啊，这种他是不允许的，因为他说除非你跟我保证你能永远都写这么多，那你可以。但是我相信绝大部分人都做不到，所以我觉得就老老实实的写生日快乐就够了。我像是那么听话的人吗？我当然我是属于那种我口头上会答应的好好的。不是啊，我也没有跟你们说什么，不要往外传啊，你们你可以去打听一下，就是我的贺卡我是什么样的，你们可以去打听一下。但我就这边就不王婆卖瓜了，不然到时候给你们太大的期待值，结果你们拿到，结果就只有几行的话，我怕让你们失望。我没有说我保证啊，因为之前就是我第一次在嘉兴路，就恩对公演的时候说生注嘛，就口播剧场口播，哎，就是谁谁谁你在吗？祝你生日快乐。这个我当时第一次我说了很多，然后下来就是被说了，被说你不能说那么多，你就一般都是说生日快乐，最多再说一句话，就这样，然后就是直接就是被说了，不是，是恩上了恩对之后，然后直接被说了。不是，是 staff 说的，然后我就口播就不太行了嘛，这方面我就尽量说在贺卡或者是就是那个口袋的那个文字，就他不是会公开发一个嘛，发在我的主页的那个文字上面，尽量多写一点，就只有这样。因为没办法，而且，唉。就是毕竟有这个管理嘛，我也不能说完全不听话做自己的，那这样也不行。因为我如果这样做了，我还一直这样做，那别人也得跟着我这样做，这不就带动内卷了吗？这还是不太行，就是不太好，不太好，不太好。哈利波特哪天看了？这个得随缘，一集3个小时呢，我总不能一天就看完吧？那我一天啥也不用做了。但是呢。叫什么？北八广八都馋哭了。你还我在那边。但是这个，我也不知道，管理是这样子，规定是这个样子的。我还是个好员工的。看原著，原著我没有看过，但是我今天在那个玩《哈利波特》手游，我打到顶尖了，因为我跟你们看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是杰出6了嘛。但是我打一局，然后又输一局，打一局又输一局，我干脆，然后今天在地铁上终于给打上顶尖了，
哎，我也不知道，我没有看我的分数，反正就顶尖一。我一分没氪啊，我一分钱都没氪。我说了我不氪钱的，我本来想充一个那个，充一个的，但是后来想想算了算了，一分钱都没充。也没有熬秃头吧，因为我承认它确实很好玩，我昨天确实睡觉前玩了很久很久，但是倒也没有那么那个，没有那么沉迷。你氪了500才3600，可是孙雨山也氪金啊，但他等级没有我高，但是他的生命值比我高，他生命值比我高好几百。对，我就是一直在决斗，一直在决斗。打人流，我没有去打那个打人流，因为我一个人我打不过他，我要死。但是他们说打了那个能加很多幸运值，还是加很多，加很多啥我也不太清楚。然后说还要那个叫什么，去舞会的时候喝一个什么饮料，就是那个加幸运值的饮料。我今天在小红书上面刷到有个人去舞会上喝了一个就是幸运的饮料，不是啤酒，就是叫什么，反正就是幸运的一个，你看他名字就知道还是跟让你加幸运值的一个饮料。然后他去图书馆抽一次5张卡里面抽出了4个金卡，就说有点过分了。对，我在小红书上面刷到的。然后还有人去那个有求必应屋，有求必应屋里边去待了一会儿，然后出来也是抽到了一张金卡。谢谢荧光棒，不是茯苓剂，是个什么饮料，舞会上面的，舞会上面买的好像是，当然我也不太清楚。后来我今天我再想去有求必应屋，发现我找不到了，我是那天在楼梯上无意间掉下去的，就到了那个有求必应屋，然后今天我再去找就找不到入口在哪儿。可能真的就是人家就有那么欧，你没办法。像我现在，我现在有几张金牌，我现在有6张金卡了。对，我今天又抽到了一张金卡。哎，我今天抽到那张金卡叫什么名字来着？我忘了。我昨天半夜抽了一个10吨嘛，我今天又抽了个，哦，今天抽了一个那个蛋白龙。我现在6张金卡，但是我一般就打决斗的话，我就只带一张金卡，我就只带那个阿瓦达索命。抽到2个10吨，那你这什么？我有点说法，哪个有点说法？就是那个运气的这个吗？我觉得真的看人，真的看人。吸我的欧气，10吨其实还行，但是，哎，我觉得还是一般。我没抽到金色飞贼，其实还是阿瓦达索命好用，因为，就是你可以先，我是在网上我看的攻略嘛，就是用阿瓦达索命先，就是打4次，放4次大招，就是一定要打中，不管是打中召唤物还是打中巫师，就你先打4次，对，第5次的时候就直接秒杀了。但是说实话，我玩这么多次，我就从来没有放出来过5次，因为永远都等不及，等不到5次。但是我最喜欢秀秀，秀秀好可爱，秀秀特别厉害，又能当肉，又能给你补充那个能量。不知道飞贼干嘛用的，明天录屏打哈利波特，可以啊。但是说实话，我不知道要怎么录屏，哎，我应该去问问。但是我录屏的话，你们是不是就不知道我的 ID 了？因为他那个 ID 就跟在你的脑壳顶上的。虽然但是你们知道我的 ID 倒也没有什么，但是不行，我开小号我这批卡不是都没有了啊。设置不被添加好友吗？一直直播是什么？不是一个服务器就不知道啊。那我等会儿去设置一个不加好友吧，我可以试试，我明天去问问他们都是怎么录屏的。好厉害啊，我从来没用过那个玩意儿。但是我其实也不是很厉害，我看运气。我今天最厉害的一次达到了6连胜，然后后来也是打几连胜，4连胜还是几连胜的时候碰到一个多少27还是37连胜的，
然后一分钟就被他打死了。我保上去第几？我什么都不是，我什么都不是，我没有头衔。三桥贵子，那你想多了，还真不是。3600打不上去了，因为你越打到后面，如果你不提高自己能力的话，就会越来越难打。因为我感觉我打上去真的是靠运气。出功能不显示 ID， 我也是想这样的，因为我有时候看到那种精彩瞬间嘛，就他不是有精彩瞬间，我觉得我特别帅的时候，我很想放出去，但是上面顶着我的 ID， 我觉得很烦。明天跟客服说一下。我看到他不是山东第几，他是淄博第多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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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哪是山东第几啊？他没我厉害。真无语。对呀。什么？你叫五花雪饼啊？哎呀，太好了，我还好，我没有起这个名字。我起的名字你们应该猜不到，因为我也从来没用过，这是我的新 ID。什么？知道了好多以前不知道的城市，比如说哪个城市？他不充钱打游戏，他可能就是叫什么来着？又就是怕你们又说他们说他氪金，他就选择低调低调低调，不要说。徐佳，你为什么要跟别人说？他确实没有充多少，因为他都没有那个88块钱的那个黑衣服。张怀瑾有，崔玉山没有。低于648不算充啊！我感觉我玩游戏从来没充过648块钱，没有充过那么多。微氪不算氪，我是觉得啊，我觉得氪的金之后就会变飞。你看孙山他就比我飞，真的，我就一分钱都没有，一分钱都没有充。就是88块钱的那个衣服啊，就是那个黑色的套装。但是他不拆开卖我就不是很喜欢，因为他头发有点非主流，就是一半白的一半黑的，然后我不是很喜欢。然后我设定的那个人我越看越觉得很像 Kiki， 很像 Kiki， 就是越看越觉得像，真的很像那个角色的外形。暗夜贵族不好看，口袋磕的多，确实啊确实啊，就是没办法在口袋，尤其是我的直播间，说着说着然后就氪金了。就比如说就是现在大家愿意就是一人送我一杯奶茶吗？可以一人送我一杯奶茶吗？这不比你在哈利波特充钱来的划算多了。你在哈利波特充钱什么都没有。谢谢蓝色双鱼奶茶茶，谢谢 K02 奶茶，谢谢奇怪小兔子人奶茶。因为你看一个奶茶是48个鸡腿嘛，就是相当于5块钱。你在哈利波特你5块钱能干啥？你手充你都不够，而且你5块钱你什么也没有。你在这你能获得我的口头感谢啊。对啊，难道不是吗？你笑什么？箱子开出来啃大瓜，哇，那你挺厉害的。口头感谢还是不如卡，你5块钱你能抽什么卡？你跟我说。什么？我骗鸡腿流畅比决斗时候放技能都快。确实是这样子，我就是我的技能有点慢了，所以就是你们不要给哈利波特充钱，充什么钱呀？人家网易多有钱啊，差你这点钱吗？可是我差，我需要大家的奶茶，有没有人还愿意送我一点奶茶的？一人一杯奶茶可不可以？呜、哦，谢谢保生羊的兔兔，笑死我了。兔兔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对，我想要兔兔，想要兔兔。谢空有博的仙女飘带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兔兔能吃，谢谢仿生羊的仙女飘带。你看他5块钱他都不愿意送我，谢谢勇敢的 Hearts 送的兔兔。感恩感恩感恩。什么？为什么不要宠着我？为什么？凭什么？凭什么不让宠着我？谢谢飞狗栗子蛋糕版的花前月下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谢谢，我是一个大奶瓶送的兔兔。抽成不到5块。哦，你说的对哦，确实到我这边可能就8毛。你们8毛钱都不愿意给我。
我也不太清楚到底是多少，可能有一八九毛一块左右吧。我哪有20%啊？怎么会啊？我怎么会花钱月下？哦，是哦，花钱月下，但花钱月下是虽然他花了钱，但是他特效短呀。35%吗？35%那是多少钱啊？35一块五吗？你们充5块钱，我能拿1.5块啊。提成其实是看按档的，50如果一个月就是有拿50万鸡腿的话，提成是最高的。50万鸡腿提成36%吗？但是如果连续每个月都50万鸡腿的话，是不止36%的，都快40%上走了。谢谢仿生羊的秋天奶茶。嗯，对，还有4000块钱的奖金，算在一起大概就是18000多。18000多块钱一个月的话，50万鸡腿连续的话。谢谢墨玉的小姐姐古言图歌版送的灯与蝶。诶，我怎么感觉这个特效变短了？什么呀？怎么呢？不允许别人宠我啊？凭什么？点错了。哎，你怎么就不点成用爱发电呢？真无语。扣税。嗯，是会扣税的，但是这个扣税得加在总工资里边，看你总工资多少，然后这样算扣税。因为我每个月基本上是提20万鸡腿嘛，然后如果是连续的话，我一个月，哎，差不多是6600，提6600块，然后加上底薪，然后扣税扣个1000多，一个月下来其实也没多少。尤其是我之前每个月都要被扣1000块的电费，加上税，我一个月要扣2000多块钱。什么还挺多，听起来多吗？怎么说呢？得看，就是看你什么讨论工资。可是我没有跟你们说我准确，我只是说提成是这么多啊，提成是这么多，我们还有各种要扣的，就比如说公演上有各种要扣的。然后底薪，说实话底薪很低，底薪不是很高，你们知道的。然后叫什么来着，然后你们跟我不一样啊，你们一个月开支的话，我算算可能就是水电费房租，然后出行费。但是我们一个月的开支有水电费、出行费、制装费、化妆品费，然后你知道我们买这些东西真的很费钱，懂的都懂，你买过的都懂。然后有时候皮肤不好啦，你还要去就比如说我去美容院做个脸啊什么什么的，就是敷个面膜啥的。对，而且还弄弄还有猫粮费，弄弄真的是弄弄赔钱猫，真的是赔钱猫。美容院其实不如医院，所以我真的，你知道我最怕的是什么？我最怕生病，我真的特别怕生病。因为我们每年虽然会退税嘛，去年给我退了，就是还是一大笔税的钱，但是因为我生了个病，一下子就钱全花完了，而且并且变成了负债。我觉得真的不能生病，生一次病真的所有的计划全被打乱了。我们没有医保啊，保险也没有，但是好像说这个是能报销的，我也不太清楚。对，真的生不起病，没有五险一金，挂别的公司，挂哪个公司？我妈好像给我买了医保。对，你说腿上包我都忘记了，那天他们去医院，然后我太困了，说实话我太困了，我整个人睡麻了，然后刘姐跑来孙玉山房间来叫我，然后我在睡梦中我跟她说，我说你去吧，我不去，我要睡觉。然后我睡醒的时候我都不记得这件事情了，就看到他们给我打了很多个电话，然后后来我也没有去找他们，
没有消，虽然现在也没有长新的，但是很痒。开公司的话，五险一金可以挂交的啊！我家好像没有人开公司，我家那个是公司吗？也不是公司，我也不知道我家是干嘛的。已经抓破了，都抓破了，基本上会留疤，因为我本身就是疤痕体质，我腿上全是疤，忍不住啊，真的忍不住，道理我都懂，但忍不住。对，我等会儿去找他们，等会儿去问问他们。找公司挂靠，没有关系啊，没有关系，怎么办？个体户，那我现在去创个公司。我跟你们讲，我之前本来是要跟我朋友就是开淘宝店的，就是相当于是副业这种，就是19年的时候吧。然后开卖那个制服，本来是想打算卖 JK 制服的，卖格子裙。我甚至我都已经在网上找了那种画手，给我画了两个格子，画了一个绿色的格子，一个紫色的格子。然后后来因为我跟我朋友就是两个都是拖延症，拖到现在都公司都没有开上去。然后 JK 制服的风潮都过了，因为我们当时要准备开制服店的时候，那会儿 JK 制服还没有像现在这样，就是满大街都是。那会儿其实是很少的，很少的。不，我只是相当于我不是，我不算是，我只是合伙人，因为我朋友会这些嘛，他之前开过淘宝店，然后我相当于只是出钱，我只是出钱这样。19年的时候，但我朋友他现在也没有干，他我现在提到他说，哎，每次都不想整。他现在搞代购嘛，他也是足不出户，啥也不干，就每天就在网上卖东西，一个月也是差不多得有1万多能拿。八当然不会允许啊，所以我没有搞啊，我没搞起来啊，本来是打算偷偷搞的，但是呢没有搞起来，所以这不算违规，好吧？你有淘宝店，你卖什么的？你还有什么项目？出资和八有什么关系？对啊，我只是自己出个资而已。你卖牌什么牌啊？违规未遂。12点半了吗？啊，我感觉我才刚开。哦，就是那个万智牌。哦，好吧，还想说，如果你也卖美瞳啊，卖什么衣服啊，就给我来一点。然后后来想，哎，万智牌算了。说实话，我也不懂。听过好多次，但是也不太清楚，到底是个什么什么？我不当模特啊，我不当模特，我只是出了个钱，因为我们先打算的是，就是先把那个淘宝的那个叫许可证的那个钱给出了，我们一人一半，因为就我们两个人，然后他去找工厂，然后我去买格子，然后就他去成都各个工厂跑。然后我就是负责出钱，啥也不干，但是我出大头这样子，他出力，我出大头的钱。但为什么最后没有做上呢？还有一点原因是因为实在是穷，实在是穷。我当时预算的是我们两个人至少得第一笔钱至少得一人掏出来5万块，但是我真的是掏不出来那么多钱。真的是掏不出来。我当时准备是问我妈借的。我现在也没有啊，我现在资产是负哎，我还欠张雨欣钱呢，真的很惨。我们队好多人都欠张雨欣钱。确实，我们都是负债，因为我们每个月开支真的很大，就是很多人可能不理解我为什么说我们一个月赚。可能有6、7千、7、8千这样子，然后工作的时间其实并不长，比如说一个星期可能有时候就一场公演。那为什么我们还天天抱怨钱少？那是因为你们真的想不到我们的开支，就比如说吧，买衣服，确实是。然后我要去上课，我上次去报的吉他课，就是好不容易存下来的一点点钱去报个吉他课，又没有了。我哪有5位数啊？我要每个月有5位数，我还至于天天在这儿哭穷吗？啊，虽然之前是有过5位数的，我也不是没有拿过50万一个月了，只不过也不是每月月都能拿50万的。
我有拿过好几个月的50万，但是很难啊，很难拿五十万。我们头发什么发型？没有，我们染头发都是自己出钱的。我之前在外面染啊，就是没个一两千染不出来你想要的颜色。然后后来我就自己染了，我现在头发都是我自己染的。50万鸡腿，不是50万人民币。我要有50万人民币，真的，我一个月我能赚50万人民币，随便你们怎么教做人。他虽然也没有人教我做人啊，就随便你们怎么骂，随便你们，随便，真的。我肯定超级努力，我超级努力，我天天给你们直播，感谢你们。谢谢钢铁猛一送的灯雨蝶。对，如果我一个月，我真的，我之前我也说过，如果我一个月能赚50万，就在座的人啊，现在直播间869个人，我一人给你们分1000块，直接支付宝私信我，我直接给你们打钱。如果我一个月能赚50万，主要是那么多人，800多个人，哎，800多个人，800多个人，1000，是多少钱啊？我这个算法有点问题。这样吧，我留学音乐会的人，留学音乐会有多少个人，我也不太清楚。哎，我这个算数，天哪，我这脑子可能也告别50万了。我又不是月月给啊，我一次给你们。救命啊！算了，如果我一个月能赚50万的话，真的，你们想干嘛就干嘛。我确实负债了，怎么办啊？但是我已经习惯了负债的日子了。音乐会394个人，那就这394个人，什么？已经私信发给我你的支付宝链接了，我现在没钱给你转啊，要不我把我支付宝链接发给你，你给我转钱。真了个无了个语了，你现在跟我说我现在资产为负，我怎么给你转钱啊？你还发给我？我说的是我一个月50万，你再发给我好不好？什么？你们打问号干嘛？打欠条？啊？什么呀？不是呀，我们现在不是在假设吗？假设一个月赚50万的话，我就说你们就给我发支付宝，我给你们打钱。我现在资产都是负的，我给你们打什么钱？不如你们一人送我一杯奶茶，这样我们离50万又靠近了一点点，对不对？5块钱的投资回报是1000块，你们觉得划不划算呢？要不然一人送我一杯奶茶吧，谢谢皎皎的奶茶，谢谢钢铁猛一的仙女飘带，谢谢丑无惧的奶茶，谢谢什么？谢谢西诺9000的奶茶，谢谢蓝色双鱼的仙女飘带。哎，谢谢蛋饺饭的玫瑰花，真的谢谢小十二的仙女飘带，谢谢 River 的秋天奶茶，谢谢最帅小学习的秋天奶茶，谢谢摸鱼的小姐姐古言土购版送的灯雨蝶，谢谢 Salute 感恩。你又点错了，那你这个你怕不是有帕金森，这个点错的频率有点那个。谢谢最爱京东和千亿的仙女飘带和兔兔，那个叫什么来着，我什么叫还是有，我确实还是有过万的时候，但是不多嘛，所以我现在是真的是买不起衣服，我真的是买不起衣服，我感觉我已经很久没有买过新衣服，我每次买新衣服我都要开直播炫耀，你看我今天穿新衣服了，穿新衣服，但我已经很久没买过新衣服了。谢谢勇敢的 Hearts 的仙女飘带，帕金森一次给我送10个，是吗？哦，帕金森这么好啊！那刘璇粉丝什么时候能得个帕金森？开玩笑，刘璇粉丝要健康，我要健康。什么呀？对，3239070085可以加刘璇音乐会啊！等我月入50万的时候给你们打钱哦。3239070085搜刘璇音乐会哦。3239070085哦。搜得到了，应该，嗯，对，好，我也会健康的，真的不能生病。我最近我还在研究，就是去打那个 HPV 疫苗的那个事情，就是9价，
我还在想，我决定，我觉得今年内得给打了，就是至少在明年过生日前给那个，对，给去打完。不是呀，现在内地都能打。什么？你推直播了？你推不是我吗？你推是谁？谁直播了？谁？哎，我，另一个我，世界上另一个我，谁？对，那个确实很贵。早就能打了，都多少年了？你推直播，你推是谁？你推难道是将来？对，想打，因为他不是说酒驾嘛，就是酒驾，26岁之后就不能打了嘛。然后我数了数，我其实也没多少年了，也就6年了，所以我就想，我还是赶紧得打掉，因为为什么呢？6年一眨眼就过了，谁能想到我在四八也待了快6年了，对吧？就你有时候拖着拖着，时间就这样过去了。就比如说你戴牙套吧，就有时候你在纠结，就比如说你高中、你大学的时候你在纠结要不要戴牙套，哎，纠结半天，纠结好久好久好久，哎，最后还是没戴。结果5年后你开始戴了。你要有早有这个时间，你早就把牙套都戴完，都摘掉了。因为我身边很多人就是啊，很多年前就在问我要不要戴个牙套，然后结果过了很多年之后，终于下定决心开始戴牙套。但其实他早一点下决心的话，牙套都已经摘了，都已经变美了。所以我决定今年就要去把 HPV 给打了。对，所以我当时决定要戴牙套的时候，我就赶紧去戴了。我现在就戴着，明年大概就能摘了。我牙套戴了1年了呢，已经1年多了，一年差不多就。去年也是9月份的时候戴的，我牙套应该是，但是大概是等真正摘的话，可能得要3年，就大概后年吧，后年确定能摘了。我现在牙套是44，我一共是86副嘛，我现在戴了一半呢。牙齿其实是有变化的。就是我自己感受到我的下排牙变化很大，因为我之前下排牙很乱，但现在就是整齐很多了。但是上排牙其实变化不大，我也在问医生，就是问医生到底怎么办，就是因为我当时是要调我的中线嘛，就是我的人中跟我的门牙没对齐，但现在是移过来了一点，但是也没有移很多，我就想说问一下医生到底怎么回事。吃饭摘，我吃饭喝咖啡喝可乐的时候，我虽然我也不喝可乐，就吃饭吃咖喱，尤其是吃咖喱饭，然后喝咖啡的时候一定得摘。牙缝别说了，我现在牙缝特别大，就是我只要露脸的时候我都是戴着牙套的，因为我摘了牙套牙缝很大，很多整牙的。对，因为就是大家牙齿多多少少都有一点问题，其实整完之后，你不说别的，你自己是会觉得有自信的，因为如果你牙齿不好看的话，你会觉得就是你会觉得不自信，因为你就不想笑了。我之前就是我一笑起来我就觉得我牙齿不好看，我就不想笑。我没有地包天啊，我从来没有地包天，我整牙又不是正颌，我整牙是为了调整我的牙齿，因为我初中的时候整过牙齿，我初中的时候是戴钢牙嘛，但是没保持器没戴好，它就反弹了。我现在是重新整，而且我拔过牙齿的，我怎么可能有地包天啊？我从来就没有地包天。什么？要拔4颗牙？没地方啊？你要拔4颗牙？其实也还好，我拔了2颗，我这边拔2颗，你这边再拔2颗的话。差不多，因为我就是单边拔牙，这边一颗，这边一颗，所以导致我的门牙往这边歪，就是中线不齐。但如果我当时这边也拔的话，我中就不至于我现在还在调整中线了。云南白药，云南虫骨，别说了，我真的我现在吃饭都害怕了，我真的都不敢在外面吃饭了。我在外面吃饭就老是要碰到虫子，就要不然就在菜里看到虫子，要不然就是在
哪儿又看到虫子，哎，真的挺恶心的。我不想笑，连嘴都不想张，是这样子的，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我感觉我嘴只要动太大了之后，我就变得不好看，所以还是得把牙套摘掉才行。这个一个虫，病字旁一个虫是怎么读啊？怎么读啊？这个字我不认识。我印象中，我上学的时候好像没有教过疼，疼哪个疼？疼疼疼疼，哪一个？几声啊？什么我维权？对，我们之前在三亚的时候，就是吃菜的时候点的那个菜，就是他那个点哦，点的那个毛肚吧。毛肚它下边不是叠着生菜吗？然后生菜里边我发现了一条青菜虫，疼哦疼，疼啊？怎么又说疼？怎么又说第三声啊？一条青菜虫就是还在蠕动，我当时就给我恶心到，就是我发现的，然后就找那个老板就给我们退了单，这个我们就最后就给我们免了单。对，白色的青菜虫，确实。只能说真的是也正好是在菜叶子里面发现的。三亚民宿被子没洗干净，不知道，又说可能是海里面的海水里的虫。对，沃尔玛维权，但沃尔玛维权不是虫子啊，是我吃到过期的泡面了，但是很恶心啊，那就很恶心。然后我在剧场的食堂，我吃到虫都吃了，碰到好几次，真的好几次。有一次是我点的那个馄饨还是生菜，我还没开始吃，韩家乐吃了之后，我准备吃的时候，然后发现了虫，然后我说这韩家乐就得吐了，因为我还没吃，韩家乐吃了，他就去吐了，真的很恶心。就我在剧场吃的好几次。音响我找回来了，你们知道我音响在哪儿找回来的吗？音响在我的床上，在我床上找到的。我不记得我什么时候拿出来的，但最后是在我床上找到的。我也很无语，我还在那个就是我们那个民宿还有个服务群嘛，然后我跟刘杰还有怀瑾还有唐林，我们四个就在群里维权，说不可能，印象就是在房间里，就是你们再找找什么什么。然后刘杰还去找他直播的截图，因为他直播后面就有我的音响嘛，还往群里一发，你看吧，就是在电视机上面的。然后那个老板就说我确实没有找到，房间里、卧室里、客厅里都找过了，就是没有找到。然后说不可能不可能，我就特别笃定嘛。然后最后我在我的床上找到了，我都真的是我都不好意思跟老板说，我就只有装作这件事情就这样了，不追究了，我就只有装作不追究了的样子，真的特别尴尬。就是在中心床上，我的床上啊，就是在这儿啊，就是在这儿啊，找到了我的音响，那我很丢人，对，确实。你又不知道我们住哪个民宿，你有本事去发啊，你随便你去发。什么呀？老板没见过我们，我们都是没有见面的，我们住的民宿是全自动的，就是老板在房。群里发了密码，然后我们自己进去，走的时候也自己退房，全自动。不是 Coco 那个椰林湾，我 vlog 里边发的那个，我们只住了一天。No， 好像是艾比营订的吧，我也不太清楚，不是我订的，是怀瑾订的。No， 过来，大家想你了，来。No。诺诺脸变形了，因为我开了瘦脸功能。诺诺，你看诺诺脸在变形。诺诺，诺诺侧颜还是很好看的。诺诺能开大眼吗？哎，我给诺诺试一下。诺诺，你先别走啊，我给诺诺开个大眼。诺诺来露脸了，哎，没有啊，没有大眼过来，我大眼了，我眼睛都要瞪出来了。诺诺来看看你的眼睛，诺诺没有变化，哎，他的眼睛在变形，
谢谢大口吃掉两个养的秋天奶茶，我试试。哎呀，别走！我试试。嗯，哦，等等，不行，看来这个检测不到了，检测不到的猫脸。谢谢宝贝的兔兔，学到了，这个 ID 确实蛮不错的。不是支持一张脸吧，可能就是支持不了猫脸。谢谢宝贝的仙女飘带，哎，发现这个好看，我就用这个直播了。嘴里怎么都有猫毛？让 NONO 直播，NONO 才不会。还是这个好看，这个好看，我用这个了。我看这还有个三只动物，这个是什么？哎，这个好看，这个好看，跟我颜色好搭。哦，晚安，晚安，嗯，晚安，晚安。什么？这四个动物是，我也说实话，我也没看清楚是哪个动物，我只看到了熊。难道说它会变的？哦，哎，怎么不变啊？它一直都是熊。你们都要下播了吗？点头会变？哎，哎，哎，不变啊？还说我要点点它的头？变了，哎，真变了，变了，现在是猫咪。哎，好了，好，我觉得好傻啊！我啥也不干，我就在镜头面前点头，我就一直在点换，哎，还是没换，点头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哎，还是没换呀？怎么会这样？这个特效有 bug。我生发素，暂时还没长看到效果，因为它就算头发生长，它也是要花时间的嘛。等它长长了，或许会好点。我好傻，我真的这个特效怎么能让人一直在镜头面前狂点头啊？这哪有个头啊？美少女张嘴会出魔法阵，让我试试。哪儿呢？魔法阵？哪儿呢？我好傻呀！我为什么要信你们的？啊！我真的是，我气得我骗我。你今天你不给我送一个灯雨蝶，你不能走！竟然敢骗我！哪有？还说翻白眼会有魔法阵？什么？我唱首父亲就能出音符？哼，这个就骗不了我了。我怎么可能信这个？除非我是脑残。看这个啃瓜，我想知道这个特效用的模特都是谁呀、啊？用的模特都是谁？你推给你唱父亲真出了，你推是谁呀、啊？你把他的视频给我看看呢，我不信。哪儿可以？你们敢发誓吗？你们敢发誓吗？你们给我保证，你们发誓。什么呀？魔法阵我张的不够大，那我就不要这个魔法阵了。这个魔法阵能带给我什么？能让我干嘛？这魔法阵能让你们一人都给我送一个灯雨蝶吗？
我不是，为什么我要去争这个可恶的东西？谢谢勇敢的二字的邓雨田，他真送了，我威胁一下就送了，这么好威胁的。我懂，我现在知道刘宪粉丝吃哪套，你们就吃威胁，就我以后用威胁的。小慧，什么？对啊，那特效是小丑啊，还有这个，我的脸在发光耶！不，我还是喜欢这个，还是喜欢这个，用这个吧，就用这个给你们直播。什么？我不吃危险啊，我是软不吃硬的。危险能有发电？我不信。我要开始威胁你们了，你们一人必须给我送一个灯雨蝶，不然你今天走不出我的直播间。我不要试，我为什么要试啊？我为什么要试啊？我不。但是，别的不说，我就差2500个鸡腿，我就凑整了哟，朋友们。虽然2500个鸡腿确实有点多了，但是，就是别的也不说，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请求，什么呀？凑整1万？对呀，我要换个特效，我用这个好了，这个，哎，以后我都不用戴眼镜了，我都不用戴眼镜，我就用这个，就挺好的。无人响应，怎么啦？有什么可尴尬的？哪儿尴尬啦？我知道我的要求很无理，没有人响应我，这很正常。谢谢蓝色双语邓雨蝶，你看吧，哪儿是无人响应啊？哪儿是无人响应啊？这不就是来了吗？对吧？谢谢蓝色双语邓雨蝶，谢谢，感恩。就惯着我，怎么啦？就惯着我，凭什么别的小偶像都有人惯，凭什么就我不能让人惯我？Why？什么？别人凭你？谁跟你说别人没人惯？别人都有人惯，好吗？就是我，就只有我，没有人惯我。什么？以前有素颜惯，他现在威尔椅子，嘿，他现在去哪儿了？他睡觉了，他不熬夜，不修仙了。什么？我要做一个不一样的烟火。什么？你没惯着，你不是人，你不是人，你不是人。什么？今天有灌水吗？哦，对，你说的对，我今天没怎么喝水耶，我今天没有怎么喝水，我哪有威胁别人？我哪有？不要乱说，我哪有威胁别人？哪有威胁别人？什么？我威胁？我威胁人？我会做这种事情？我威胁别人？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哪儿会？你们就去心疼他，你们不心疼我，为什么？什么？我哪儿欺负老实人了？我没有欺负老实人，我才是老实人。我被你们欺负，我不是，我没有，我被你们欺负的。我哪有啊？明明就没有。哦，12:50了耶，朋友们，我要下播了，我要下播了。这样吧。就是我来做一下调查嘛，就是觉得我很凶，就天天威胁人的，一人送我一杯奶茶，好不好？要觉得我很温柔，很温柔，什么也没有的，你们就夸夸我好不好？会早睡，当然会早睡，我马上就要睡，我下播我就立马就睡觉，我闭上眼睛我就睡。谢谢大口吃掉2个羊的秋天奶茶，你看吧，也就只有一个人觉得我那个很爱威胁人。说明他有眼不识珠，谢谢诸葛大礼的兔兔，都是夸我的，真无语。好啦，我要下播了，朋友们，真的下播了。哎，什么？谢谢摸鱼的小姐姐，古言土狗版送了32个奶茶，为什么有32个奶茶？
好了好了，凑整了凑整了，谢谢谢谢，色鹿，谢谢你的32杯奶茶，感恩，谢谢露西亚的奶茶，32杯，我是不是要说32个谢谢？我来数数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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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，哎，有少数吗？应该没有吧。18号站位，说实话我不知道了，现在还卡吗？现在好点没？现在好点没？现在好了吧？我不知道，就是我刚刚确实码率变成零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我站位不知道，我不知道这周上哪几首歌，确实不知道，知道了再跟你们说吧。好吧好吧，什么不能说实话。好啦走啦，拜拜朋友们，再见。诶，没有了，出来，没有了，出来，没有了，出来。拜拜朋友们，晚安晚安晚安。什么实话放是房间，什么实话，实话什么叫我说谎话了吗？拜拜拜拜，再见朋友们，再见再见再见。好啦好啦，拜拜，3、2、1，拜拜。